Stop it! 怎么了，小丽子？你是嫉妒我们俩吗？You're a stupid dumbass. 打扰你们二位了吗？ You serious? 谢律师，送我的女朋友回来。其实只是你名义上的女朋友，那也是女朋友。小丽子，你是想跟我PK一起入吗？ Huh?